新版就是麻烦，我传个档案。好的，单字，安安安安安安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你好，我好，你好，好，你好，我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嗯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好。喝水，打开瓶盖，喝水。安安，饕客前喝水300cc，打开瓶盖，喝水，喝水。这隐约有带过兵吗？还是有啊？有啊，有。我中式也一定要带啊，一定要带。那你很凶吗？你很派吗？不会啊，怎么会呢？哦、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觉得这听起来感觉就是很凶的、啊。哪有啊？哎，来一百下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把我们当菜兵，你会怎么跟我们讲话？不会啊，我不会有那种士官跟兵的区别太大、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是好好先生，是不是？我不喜欢这样子哦。你是天使营哦，你是天使营的那个吗？嗯、他们说什么天使营跟什么地狱营？那个是新训而已啦。下部队之后，你这样子搞会被兵弄啊。哦，是哦，反正会被兵弄、啊。怕吗？现在的是兵比较嚣张啊。哇，没有以前演了啊。为什么我之前带的那个这么夸张？是因为现在没有去检举他，现在学生都骂不起来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现在的兵，只要你一弄他，他就直接往上爆，你就被跟上面的弄了，对吧、啊？哇，根本不能弄他，也是很可怕哎、欸。所以从哦，因为现在的那个制度的关系啊，嗯，想弄他现在就是不能说有太明显的。冲康，你这边是不是他说你要来玩这个？好，那我们就一切从全部都照规矩来，做什么就是做什么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宽带了，就是全部都是照规矩来，然后这样子来搞我们，这样子就哇，累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就是主要是新训的部分才会比较容易这样吧。我是在之后，你下部队还会吗？对啊，下部队啊。嗯，你就是你没有去投诉他。啊，没投诉，是别人投诉，然后我就遭殃了，好不好？是别人投诉，然后他当那个戴罪羔羊啊，好可怜，最可怜，最可怜。那你就再去投诉他一次啊，然后又再被戴罪羔羊一次。你如果他一直被投诉了，他考绩会变差，考绩变差，他不好钱就有差了。不好吃，考过头，考过头喽，不好吃，然后他就会被检讨喽。啊，对啊，被弄太多次，上面长官也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你一直被投诉？嗯，嗯，现在的制度兵比较可怕、啊。IP 有了，二去遮一下。天，一点王国之战1.14.4，哦。马上把伺服器弄。192.168，哎，你这样讲出来好吗？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呢？啊，我忘记了。你又讲出来。你确定不是87.878.787.888？你这样讲出来不行啊，不能讲出来。8.6.8.6。等下进来的会被ban掉哦。会被ban掉，不能进来，不要乱进哦，千万不要进来哦。嗯。真的不要乱进来！哎，这路真的进去的话，你要小心哦、喔，不是进不去了，真的。阿P 太累了，不知道进到哪边去了。要花时间花体力去演戏，我最近没什么体力演戏啊，所以暂时没有去玩阿P 了。掉啦！气到哦！干嘛看什么书啊，米菲？我在装文青，你不懂。哦，我也想说应该要带那个东西给你啊，文青阿姨，文青，装文青，你要给我礼物吗？对啊，文青送礼物，玻璃，这什么东西？可以开始你的，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可以开始舔玻璃了。
哎呦！用舌头割到那个玻璃上。你要干舔，你要干舔才有办法、哦。玻璃会粘吗？没有不那个啊，不会吧？如果天气才会很冷的话，天气太冷啊，要金属吧？舌头才会粘，就会粘到，就会陪喽陪喽的。陪喽陪喽是这样念，是什么？陪喽陪喽是这样。我现在王国之战有一个新的系统，叫做结婚系统。结婚？嗯嗯，你可以跟在场的人结婚啊、哦。小雨，我们结婚吧。要看系统要不要让我们结婚。你答应？结婚系统它现在有更新了，好不好？有新的几个东东，然后就是结婚的内容啊，有新的。然后一开始也是一开始的话，不会有那种负面的状态，嗯哼，不会你一开始就付钱，好不好？好，只是他太凶了，第一次，之后都还是有可能。OK， 好、哦。那米菲想要什么地图？我以为你要说我想要跟谁结婚呢、欸？原来是问我地图、啊。讲过了，跟讲过了。你玩过自由之海跟中间大陆吧？好像有玩过海的。加油加油！再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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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要刺激了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自己下去？你为什么自己下去？自己走下去，自己走下去。超, 超级吵！等一下，我要掉下去了。他普通啊，不然就一直听他的声音。哎，不行不行。所以米菲，你没玩过中间大陆哦？没有。那来 play 看看啊，嗯，中间大陆顺便玩了你就记得了，嗯，就结婚系统跟间谍都有啊，好、哦，随机分队，婚哦，婚，哦，大魔王在对面，哦、哇，大魔王。怎么又是同学校的同一队啊？对啊，两个学校的，有恩怨自己去解决。不好说啊，说不定等一下你们就间谍两个人起来了，哇，恩怨自己解决。嗯，那中英大陆六千分哦，我们下去。好，好，好啊，不想下去，不想动。好，有者，小心帮他。等一下，我今天真的状况很差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帮他丢到一个小房间里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把他分开丢，把他包掉了。分开丢，把他丢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，丢到一个单人的。他说野兽房，这里是野兽，请不要去触碰它。我刚睡醒，好累哦。大家是补充糖分，吃什么？脑袋缺氧。来吃冰淇淋。哇，好爽哦！太爽了吧！不行啊！你妈快来了吗？爽，没有、啊、我要把他打下去。我要当做你的姨妈打你肚子。可以不要吗？哎呦！我是国王哎！你完蛋了！哎、欸，完蛋了！你要小心杰克、哦。国王真可怜。对，你要小心我。要小心杰克、哦，他是他在场比率最高。哎，结婚了、啊！我没有钱啊。我是那个几率最高的、啊，他是几率最高被讨厌的名单。对，我已经被很多人讨厌了，他超可怜。那他当间谍，同样是间谍，他被讨厌的几率是最高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好惨。我连不讲，我连不讲话，我都会被讨厌的。你觉得？真的哎，好可怜。哎、欸，今天你只是本身被讨厌而已，是本身的问题了，就不是砍掉重练，好像不是间谍的问题，学校的问题。哇，哎呦，这个学校很多人呢、欸，这个是地图炮咯，对，学校咯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见了？挖矿啊！挖钱躲你呀、啊！你们在为什么要躲我？学校的问题。我想说，一转眼怎么人都不见了？所以我也可以挖矿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你要挖矿啊！你需要，我要。你要经过我们百姓的同意才能挖矿。你怎么可以进来我的洞？算了，我进去你的洞。没关系啊，其实都可以了。那我再出来好了。
进进出出这样子好。哇，这样好。哇，同一所学校都这样子吗？你们招出来的都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好呢，我去换教主安，祝你安波浪福。对啊，应该可以集资，只是刚刚真的走太散了。你挖不到，你怎么挖不到？学校的问题，就要挖黄金吗？请问一下。啊哦，这是石稿。学校是没有教你这个。对啊，你要去卖快集中营。快去学一下，快。去。现在。哎，快去，快黄金，黄金，快。咦。有吗？黄金。咦。哎，这国王有问题啦！国王太快了，挖了啦！他一直挡在我的画面前面，都在干嘛？埋起来，埋起来！哇，埋起来，埋起来，把自己国王埋起来！你怎么可以关我？把它放在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。然后一发光就不安全了。所以我要去砍人吗？你砍了，你砍得赢人吗？砍得赢人吗？我是觉得你要躲好啦。你知道在场你好像都砍不赢任何人欸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们都热兵器时代才跟你冷兵器还用砍的。对啊，真的。这我们都用枪支啊。啊哇，球飞下去了。哇哇，掉到世界外面。欸他没挖到是不是？他没挖到是不是？他好像没挖到，我去挖。交给你啦！他直接摔下去了。交给你啦，小雨。有啦，挖到啦。赞哦！哎呦！我走，赔死了！吓死我！担心后面有黄金。哇！我现在还不会打人。杰克，没问题。他是好人。我以为你这时候又有问题了。干嘛啦？好好好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同学校的人哦。同学笑最凶了，我跟你讲。最拍的、啊。他现在越来越会演戏了、哦。真的，演技精湛。他现在笑出去、啊，演到泱泱都讨厌他了。真的。直接露米跟泱泱讨厌我了。你怎么会这么？你会摔死哦。同样都是间谍，怎么就你最可怜？对啊，我很押韵呢。等一下，这里。啊，我回家啦，去生那个奴隶。先把奴隶升一升，升起来。欸、他们结婚可以盖什么？可以盖什么？就是你会获得、看后面的剧情啊。有时候你就是会拿到金苹果啊，然后有时候是量会二啊，由、爱生恨啊。就是你要一直结婚，每300秒会有一次事件，可能是你或是别人。小雨的内裤，小雨的小裤裤。是你说什么东西？小雨的小裤裤。哇哦！哇哦！我上来就看到他用屁股对我，你只会看到脚底下而已啦。嗯，然后弯腰那个线都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看得到啦。那我们要不要实验看看啊？看一下啊！实验干嘛？拍一个影片来实测是不是啊？对，迈快脚色弯腰的时候，留言破解。如果你穿了两层裤子，想不到吧？你只看到里面的安全裤啊，在场的绅士都，都不错，还是这样。来啦！哦，我怎么看到一个红红的人呢、啊？红红的人是我们的人哎、欸，对啊，自己人啊，是 ID 是我们的人，对啊。哦，好。而且在场最红的也是有你耶，你穿红衣服哎，真的，你看到你自己，哇，我又没钱了，为什么？哇，真是团结耶，哇，团结，亏的是你耶，你有换稿子吗？我换了，我换黑曜石了，那还好，赞哦。那会不会有国王跟国王结婚的一天？会。会，有机会，有可能，这是政治联姻，你想到的都会有，不会啊。我们上还没遇过国王跟间谍啦。嗯，你说我到底要不要杀掉他呢？还是要把他留着呢？就可以拿效果了呢？这样子。前面拿到不是很烂？都一样的，效果都差不多吧，都是抗性啊。可是感觉哦，不知道我说离婚了。哦。喷装改成了随机弹机。哦。哦。2020掉装啊。这有点像那个吧，像。见面那样吧，有可能，就不会全喷这样。哇，你的前阵的人也杰克、啊，直接就死掉，就整个逆转那样。黄金啊，这边有升黄金，
请问我们的国王大大，你的装备如何了？装备？你至少要有。欸，我们有人去上面拿东西吗？没有，没，我还没拿、啊。没呢，我先去拿好了。我是不是没穿衣服？对，你可以不用说出来，没关系。嗯。我要去哪里买？楼上吗？楼上有一个像发射器的东西，里面可以选升级。三楼，附魔台旁边。好高、哦。嗯，这么高啊？你石头应该够吧？够啦哦。OK。嗯。开头不是说不会付钱？没有啊，就第一个零秒的，是第二个啦。的不会。对。他已经给你时间动钱了。嗯。哦，这是游艇吗？教室我拿到了。这新礼物。谢游艇。团团是不是一块一块慢慢挖？一块。我只看他都是加一加一。好可怜！哎呦呦，教室我们谁要用啊？十块了，十块。哎，他加三十块啊！哪有这么多？哎，国王不准，只有钱不准你挖，其他可以。好，我去下面。只有钱不准你挖。我是好人，但是想动我的钱，我就干，我就炸你。杰克，你去别的地方挖，杰克。你现在跟我抢东西是不是？哇，现在的居民都这么派啊、喔！没办法，他是国王，你只能让着他了。就跟当兵一样，你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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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了不要了，哼，小气鬼！哇，被嫌弃了。我去旁边挖。买起来。杰克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被讨厌吗？为什么？派。挖我派啊？怎么了吗？挖开就有金了。嗨。哦。哇，而且你在比较高的位置啊，等一下就刚好这样子啊。第二阶，我要去升，是谁升的啊？我啊，都是小雨升的。那第三个150我来吧。嗯，哎呀，嗯，等两块钱。哥，你有人要玩翘翅吗？好气啊！贵。我说上次看那个观众场玩的很猛而已。哦，真的。敢玩啊？Yes. 太好了，哎、欸，中间还有一分钟，好，一分钟是，嗯，可以过去，反正我什么都没有，对吧、啊？只有站的地方会升金啊。我也还没升装备，没差。我做基础装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虫怎么变这样了？怎么样？改了吗？变难挖了吗？它变成外面是那个传送门的那个。传送门的。哎，来去看一下。你们等一下出来看一下，我不是很能解释那个到底要怎么叫它。我不是很能接受。传送门。你是不是材质包没有改？哎、欸，没有啊。不是吧？是它真的长那样吧？你是不是材质？我看一样啊，一样啊，真的是一样的。你是不是那个？哦、那应该是我的某个材质包忘记装。对啊，觉得你那个寒冬的那个材质包吧，哦、不眠之夜啦、啊，今天的影片啊，记得去看呐、啊，看过了啦。好，我刚出完了，看了啦，看了啦。我想说，现在怎么这么下趴？怎么长那样？